上植物林那边就是龟崇溪啊，龟崇溪畔啊，光雨啊要走到那个龟崇溪畔那边举行那个仪式，说象征带领的那个祖先们祖灵，然后走到这个地方，走到这个地方举行向海祭。位置就在大公界，大公界西南边，东山脊背耍笑海祭，9月15日下午1:30到2:20几分，最后把瓮中的水倒在水沟，还有留一些水给大家喝。